现在要给大家演绎什么叫做偷拍的晃动感，现在就晃动起来，他这样很晃，因为怕被发现，有没有？很晃很晃。局部拍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很有把握一定拍到整个人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偷拍一点点，然后微跳微跳微跳这样子。哦，有嘴唇了，好胖哦！看到哦，有鼻子哦，太好了，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兔女郎的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我们等一下要出门了，今天是一个大家特别想要我拍的一个主题，叫做老婆的邪恶视角。傻眼，大家说要的啊，所以我就拍了。然后等一下我就是会用我的角度去拍我对我老婆的邪恶视角。那我们就去喝咖啡。我们已经到了星巴克，然后我现在必须要先开始准备偷拍，然后他等下就会拿饮料过来。觉得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，然后拍自己想拍的东西，很不错。然后我等一下要经过他正式的允许，再来偷拍自己的老婆。小狼，答应我，让我拍你好吗？每次来星巴克，小狼都会帮我点上我最喜欢的冰拿铁升级特选豆少冰。他都会跟我喝一样的哦。应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。不要太明显，不可以太明显。啊，会嘟嘴耶。喂，不要乱来！喂喂，今天是我的场子哎，傻眼！喂，哎，怎么反被制服啊？怎么样？我也会啊。小狼的背影的影子，可爱吗？但真正的小狼在这里，我觉得今天应该拍够多了，够变态了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呼呼，小狼说拜拜。你可以不要一直含着那一根吗？什么意思？现在什么表情啊？你喝给我看啊！我想看你喝饮料哎。嘛啦？你干嘛啦？不要，快点！可以不要喊这个吗？不是说不要喊。低级下流。跟你学的啦。刚很低级下流吗？我还可以哦。